大家好，今日咧要同大家拍摄呢个第23集嘅车站指南快讯，亦即系呢个2021年5月25号嘅车站指南快讯。咁啊，话咁快已经拍咗20几集啦。咁啊，今日咧又系夜晚先 upload 啊，因为咧有两个原因嘅啦。第一，忙就系必然嘅啦，因为要放咗工之后先影。咁第二样嘢咧，就系因为近排 L 咧个手机冇晒位啊。咁變咗咧，要先去整理一下嗰個手機入邊嘅影片咧，先至可以開始拍攝。咁變相咧，都係搞到夜咗先拍嘅。咁所以咧，就而家先同大家上載啦。咁今次咧，呢兩個月嚟講咧 ，L 破咗一項嘅記錄。咁係咩記錄呢？就係咧呢兩個月以嚟咧更新嘅車站指南咧係得兩份，破咗記錄新低。其實咧，我喺翻工嘅期間咧，都有經過呢個南港島線嘅，即係我有去下利東啊、黃竹坑啊、黃竹坑依排比較少，利東啦、西營盤啦、香港大學啊、堅尼地城啊，即係嗰一帶咧都有經過。咁但係因為個行程比較緊湊咧，就冇特別去客服中心嗰度攞指南。咁變咗咧，我就冇更新到嗰啲站。我唯一更新咗，其實都唔算更新咗，只係我拎咗。但係其實個版本係冇更新到，拎咗咧呢個第一城同金鐘咁樣啦。金鐘就係比較近期，我上個禮拜去咁樣。咁就所以都係要靠大家嘅資料啦。咁好多謝大家咧支持我呢個嘅系列啦，同埋喺下邊繼續有一啲嘅交流啦。希望我將來咧可以更新得多啲咯，我自己都，因為其實我好多版本都比較舊一啲，我其實自己都想更新一下咁樣，係啦。咁希望唔使等到屯馬線通車嘅時候，我先一次過更新曬咁樣咯。好，咁事不宜遲咧，今日咧截至呢個2021年5月25号咧，究竟每一個車站最新嘅版本咧係邊一啲日子咧？咁喺依度同大家討論翻。咁我哋又跟翻平時嗰個次序去講啦。港島線柴灣2020年8月，杏花村2020年9月，筲箕灣2020年9月，西灣河2020年10月，太古2020年10月，鰂魚涌2020年11月，北角2020年12月，炮台山2021年1月。天后2021年3月，铜锣湾2021年4月，湾仔2020年10月，金钟2020年6月。原来我有更新到，因为我之前嗰份原来系2月，我自己都唔记得咗边份好啲咧。呢个系佢自己放喺出边俾人拎，我唔知道一路攞咗3份。系啦，呢个就。6月，跟住中環就2020年2月啦，唔知點解仲係派緊舊版咧？大家近排有冇去過？唔知道有冇更新到？聽聞佢係出咗新，但係因為未派曬舊，所以就冇派啲新嘅咁樣。上環2020年7月，這個我近排去過嘅，係啦。西營盤就2020年7月啦。香港大學2020年9月，我幾日前我尋日去過，但係咧因為太趕同埋落雨咧，我唔記得咗更新，真係好無奈。咁啊，堅尼地城就2020年11月，跟住就南港島線海怡半島2020年7月，利東2020年8月，我尋日啱啱去過利東，唔記得咗睇有冇更新。黃竹坑2020年7月，海洋公園2020年2月。跟住咧就到東鐵線，落馬洲2020年5月，羅湖2020年4月，上水2020年5月，粉嶺2021年1月，太和2020年4月，大埔墟2020年4月，大學2020年5月，火炭2020年5月。馬場2020年5月，沙田2020年5月，大圍2020年8月，九龍塘2020年5月，12月，旺角東就2020年5月，不過好似前排話派曬，唔知而家有冇。紅磡2020年5月，跟住就觀塘線、黃埔2020年11月。何文田2020年10月，
油麻地2020年12月，旺角2020年9月，太子2020年9月，世杰尾2021年5月。好新啊！跟住乐富咧就2021年2月系嘛？呢、這个我都唔系好记得，好似系更新咗2021年2月啊。上次三月份嘅时候有人俾嘅资料，不过這個呢个咧我唔肯定啊。大家喺留言嗰度可以话俾其他网友听啦。如果即系近排有去过啊，究竟最新嘅情况系点样啊？黄大仙2021年3月，钻石山2021年4月，彩虹2020年7月，九龙湾2020年8月。牛头角2020年7月，观塘2021年4月，蓝田2020年2月，油塘2021年1月。好耐冇去过油塘，好挂住嗰度啲闸机啊！我非常之中意油塘嗰啲入闸机，不过太耐冇去，得闲再影下。调景岭2020年3月，跟住就到荃湾线，荃湾2021年1月，大窝口2020年2月，好旧啊！葵兴2021年2月，葵芳2020年3月，丽景2020年3月，美孚2020年8月。佢个设计呢度令我谂起屯马线新通车嗰啲车站嗰啲介绍，唔知点解。荔枝角2020年6月，如果我有错，大家好似上次咁喺留言更正翻我，因为。是啦，我有时咧口快都讲错咗。长沙环2020年7月，深水埗2020年5月，佐敦2020年11月，尖沙咀2020年10月，迪士尼线欣澳迪士尼都应该是2020年8月。跟住咧就到屯马线一期，启德2021年2月。显径2020年2月都好旧啊，又系车公庙，跟住车公庙好似更新咗2020年8月，跟住咧沙田围去到啊唔系沙田围系，因为佢中间斩咗个第一城啊，沙田围2020年2月旧版本啦，咁跟住第一城就2020年6月啦，咁跟住咧石门去到乌溪山应该都系旧版本，系啦。都是比较少更新的一对。咁跟住呢就到西铁线啦，屯门2020年8月，兆康2020年10月，天水围2021年3月，朗平2020年5月，元朗2020年6月，锦上路2020年9月，係啦。荃湾西2021年1月，南昌2020年10月，跟住柯士甸就2021年3月，我呢个又系咧，15号嗰时去过，又唔记得咗更新，好失策啊！呢排真系唔知做乜事。咁跟住东涌线2021年2月啦，东涌我10年都唔去一次，所以我应该更新唔到。青衣2020年3月，奥运2021年1月，九龙2020年8月，香港2020年6月。咁跟住就機場快線啦，博覽館機場應該都冇更新。跟住最後就將軍澳線康城2020年12月，將軍澳2020年12月，坑口2020年7月，寶林2020年9月，咁啊香港西九龍2020年2月，係啦，應該係咁上下。我谂喺呢度咧，就多谢大家咧提供资料俾我嘅呢条片啦。咁如果我有啲咩出错咧，请大家咧喺留言嗰度更正我。咁啊，最紧要大家都攞到呢个最新嘅车站指南版本啊。好啊，咁啊，多谢大家收睇呢个第23集嘅车站指南快讯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